大哥，你别说掉眼睛，大哥，你说话特别准。你别说，大哥，你不能说不好的话。大哥，我拍了，大哥，我直接拍了，我他妈好怕，我跟你讲。掉法波最好掉。来，须弥进去，往前推。我看看四号位的格子。算了，从一号位慢慢一点一点看吧。法波，法波没掉。我操！你别这样，兄弟啊！我操！吓死你妈死我了！真的，我操！怎么掉大火了？补毛线呢？就这么用吧？你不得先打五神坛呢？妈，五圣坛马上开始了，妈吓我一跳！他妈的，这现在还有的救！我刚才那位置想起十技能那个，别放屁啊！别说什么没追求，你得先用啊，先用完这一点五圣坛呢、啊。